来两牛肉面啊，不要葱花。老板，等会儿。老板，炒饭呢？来来来，马上出锅啊！你们这面真的好吃啊，还是10年前的味道。谢谢大哥照顾生意来了。您说你们儿子成绩可以啊？今年高考上清华北大没问题吧？谢您吉言了啊，要真考上了，请你吃饭。哎，全场免单。<笑>来了，行。老公。 咱这面摊开了10年了，这每天煮面、宵夜吃了10年喽。这10年辛苦你了，咱们再咬咬牙，坚持坚持。等咱们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以后啊，咱们也去坐一次飞机，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说啥呢？我说的是你这面，都那么多年了。 老板，2点小面，打包。哎呦，今儿这面卖……高考了，学习压力重，打点宵夜不行？愣着干啥呀？打包。哎，来了啊，马上。包了马上。喂喂哎，兄弟，今儿不用买单，哎，祝咱们的孩子金榜题名。拿着，孩子还在家等着呢，赶紧回去了啊。拿着吧。 骑车慢点儿。疲惫的人和熟悉的车，背后的拥抱紧紧的。这个城市睡得很晚，千丝万缕的两岸一边，初来乍到一边，想着离开。 江火锅本，心色依然。老板，来碗凉粉。哎，来了。人家不要葱花，你放这么多葱花干啥呀？真是。人家要的是三两，这是几两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惊喜棒，帮倒忙。有时候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能让你气到爆炸。凉粉自己捞。这样的隔阂越积越多，就像是。 生活在2个世界，我刚扫干净了，你就有人不累啊？不是你扫一下，又怎么了？就是。我们的生活20%是在争吵中度过。哎，老板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老板娘呢？她腰不舒服，在家休息呢。干不容易。如果没有遇见你。 我将会是在哪？还有那20%，是对彼此的牵挂。多少人只看得见那80%，而我们却默契的只看得到可贵的20%。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夫妻。妹妹。 那个项链样式我看了不好看，别买啊！那不够大，那就这样，我先忙了啊。妹妹要钱你就给，我又不拦着。那哪行啊，哪能随便给啊？老板，面条快点！哎，您稍微一等，马上就好啊。 这就是你跟你妹说的买的大项链啊！想来想去啊，你颈椎不好，我觉着这个比项链实用。<笑>稍等啊，懂你的人送的礼物不一定是有多贵重，但一定是你最需要的。 明儿啊，孩子回来，咱去菜市场买只鸡，给他炖上，补补身子。行。老板。
了，我找到工作了，条件挺好，包吃包住的，老板人特别好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他们还教我做面手艺呢。啊，好好好，你一个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啊。爸爸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哦。兄弟，生日快乐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大兄弟，出门在外不容易，祝你早日找到理想的工作。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。这还有泥呢，你洗干净点了。这真是，哎呀，这水都开了，你开这么大火干啥？这不浪费气儿吗？这。老何吃的是清汤面，你非得给别人放辣椒。我老公是一个爱唠叨的人，而我又经常大大咧咧，每次只要我出一点问题，都能被他念叨一个小时。人家顾客这么多年了，什么吃什么？那天我给客人端面时，不小心把面汤洒到了客人的文件上。客人很生气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事我也得客户看的呀，你说这间我怎么工作啊？怎么给客人交代啊？兄弟，这时老公走了过来，我猜他又要开始唠叨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他老公，有什么事啊您跟我说。要不你先吃面，这个文件不是脏了吗？我去那边的复印件再给你打印一份。老公，我就喜欢你天天对我唠叨，却又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站在我身边替我撑腰的样子。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你好，我们的快递请收。送错了吧？没有啊，地址是这里啊。哎，没错。我错。谢谢。好，馒头凉粉一碗是吧？啊，行，马上啊！哎，我送外卖去了啊！哎，老婆，现在太晚了，好多花店都关门了，要不我明天给你买行吗？他们说啊，咱们凉粉跟小面一样好吃。那就行。卖了60。哎呀，你说你卖了干啥呀？这不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吗？再美的鲜花啊，迟早都会凋谢，所以我把它永远留在手机上。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